招就让他躺了、欸。刚刚他还满血说，这一组哈，我明明杀那么多人，结果他们打出这种360分真的是太低了。接一套吧，哎、欸，没接到。等一下，回 CD， 靠呗，被吃走了。他们在顾那个大招的，他那个身体有一个着火，就是准备可以放大招。死吧！被我跨着那个隔岸打到死，死！自由。这场好像还没躺，有了，刚刚躺一次。哎，靠！要掉下去了吗？剩十秒，这场他们赢了，不过我应该杀蛮多的。死了！太可惜了，我这两秒就干掉他了。所以我杀到五级杀、欸，可是他很这很奇怪，他还是算你输。你杀再多人都没用，他还是算你一个人。你的那个胜率那边还是没有，领不到奖励了。简单讲就是领不到奖励。目前看起来浮空技跟这三招搭起来是比较好用，其他的技能出招太慢。不过因为我这次还算是比较初阶的，还没有跟顶端高手打破，对，还是要看人家后面怎么玩。哦，大招！剩一滴血了，卖！死吧！自由，死啊！自由，临死前的一个打击，一个大招让他躺。先来跟队友汇合一下。哦，两个哦，杀两个，注意哦，大招哦，是的，双杀，送，要送了。哎，看怎么没死？是，靠腰啊，双杀了哈。哦，大招大招，被吃掉了，被队友吃了。赢了赢了，这一场终于扳回一城。
这一场应该杀六个有吧？有没有六个啊？啊，没有，才杀四个，还死四次，都是助攻啦，不是死四次啊，是助攻四次。他那个四是助攻。